动手。你们娶我我一个，传出去也太给建国丢脸了吧。他有伤，速战速决，中宫落。看入昆奇，我过。大帅如此戏弄我等，那今日便不给你留全尸了。对前跟后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拿下阵眼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昆曲天下，大帅，你的速度变慢了。大帅莫急，就快结束了。就是现在，抵抗！滚！大帅，陪我们演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该歇歇了？你不是有伤在身吗？终于来了。别再动气了，不良帅，小心小心会没命的。都杀了。等一下，急什么？我可是带了礼物的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杀！还以为你们能有什么不同。也是没皮。还愣着干嘛？走了。师祖降臣，之前给他治病认识的。姑娘还想知道些什么？江湖传闻姬如雪冷若冰霜，何时变得如此儿女情长了？是我这原本模样，姑娘是否满意？如若心中不喜，就算他人再怎么证明，也是枉然。
你说执意把我当作那人，也未尝不可。嗯，我们到了。知道，这可是你是太十三个太奶奶的胳膊。十三个太，谁？杨贵妃，还不打个招呼？十三太奶奶好。其实叫十二太奶奶也行，她还跟过你十三太爷的儿子。嗯，你家真乱。你家也挺乱。这是那个守墓大叔给你的吧？这可是真的人皮，还如此光滑鲜活，也难怪那姑娘识不破了。师祖，在下前来是。师祖，这样不好吧？想什么呢？侯青那小子应该与你说了，我虽会那起死回生之术，但若死者伤至内脏，即便治愈，寿命也会大大缩减。你既来寻我，想必李星云，你只剩半年的阳寿了。那边还有时间，刚才失礼了，师祖无事，在下便不叨扰了。你难道不好奇你的功力是从何而来吗？不好奇。你难道不好奇为何换心之后无法压制这突增的内力吗？不好奇。你难道不好奇为什么你只能活半年？不好奇。你好奇？不好奇。你好奇？不好奇。啊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得抓紧了。我有法子能助你疗伤，帮你压制着那里。师祖医者仁心，在下愿闻其详。我这有本医书，你练练吧。多谢师父。